Dione 尼西黑头仪 T8 使用方法。产品配件、说明书、合格证、主机、 USB 充电线、大圆孔吸头、小圆孔吸头、椭圆美容头。按下开关按钮开机，按一下所对应的档位是低档，一档指示灯亮，按两下所对应的档位是中档，二档指示灯亮，按三下所对应的档位是高档，三档指示灯亮，第四个指示灯是低电量提醒，任何一档长按两秒则自动关机。大圆孔吸头的使用方法，用热毛巾敷鼻子三分钟，然后再用蒂欧尼热喷蒸脸十分钟，打开毛孔，将美容头贴在有黑头的皮肤上，按下开关键吸住皮肤，同一个位置停留不超过五秒，上下移动，然后换成小圆孔吸头，在大圆孔吸头吸不到的地方使用。蒂欧尼吸黑头仪 T8 使用效果展示，用蒂欧尼热喷蒸脸十分钟，然后开始定点吸取，吸完黑头后进行补水收缩毛孔。不同皮肤使用蒂欧尼黑头仪的效果，油性皮肤毛孔粗大，黑头十分明显，吸出很多；混合性皮肤黑头比较明显，吸出较多；中性皮肤毛孔半合，睁开毛孔后多吸几次可吸出；干性皮肤毛孔细小，配合温和导出液导出，耐心吸取可吸出。吸完黑头皮肤发红了怎么办？蒂欧尼采光补水仪喷在脸上，可以收缩毛孔，令皮肤嫩滑，再用蓝光照射皮肤发红的部位，可以消炎镇定，缓解不适。椭圆形美容头的使用方法，椭圆形美容头轻旋压下，按开关键轻贴皮肤，一档使用，法令纹、额头、下巴、眼角等部位吸住，向上提拉拔开。用完如何清洗？用完的吸头向右轻旋拧下，如吸出毛孔垃圾可以直接抛弃，如果吸出东西不多，可以用酒精消毒吸头和内部海绵垫，然后用洗面奶洗干净，自然晾干后放回包装盒。